女星阿萨是女团 TWICE 的成员，她过去与港星郑中基有过一段婚姻，但两人2010年在证实婚讯的那一刻，同时也宣布离婚，震惊众人。如今时隔9年，两人都找到了各自的幸福。阿萨与百亿男友石恒聪的感情也非常稳定。不过她近来采访谈及婚姻观，称如今虽然不害怕再次踏入婚姻，但会更谨慎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